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云都分行的 Vincent， 今天带大家来到宝翠园，介绍一个非常罕有的单位。这个单位位于顶层的君临天下楼层，开积为三房，楼底高之余还有一个无敌的大海景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同大家看看。宝翠园在2000年落成，楼年23年，是由顺德、新世界、新鸿基和廖彩卿合力打造而成。整个屋苑总共由6座组成，提供2213个单位，并设有大型的住客会所，提供不同的会所设施。而附近亦都有西宝城这个大型的购物商场，有不同的餐厅、食肆和超级市场。至于交通方面，由宝翠园步行大约1分钟就到达香港大学站的 C1 出口，所以无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一应俱全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任何兴趣或者查询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络我。我是香港置业的 Vincent， 下条片再见。